爱在眼里流淌，爱情它如火般荡漾，我的心早为你疯狂，爱如火在燃烧碰撞，爱如火会温暖我心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江湖脚底下踩的不过是一个气球。你疯了！他现在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够跟他分担。无论输赢如何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腾越和我必须要选一个的话，你选谁？腾越，我再问你一次。让我们一起欢迎宝兴最年轻的管理合伙人徐四先生。你好得意呀、啊、别这么得意行不行？要干什么？别吐我身上啊。江大小姐，第一顺位继承人，继承力大比战。你疯了？你少在假惺惺的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惦记着腾越的这块地。徐四，你想要夺我江湖的管理权啊？你看这个价格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有什么不甘心的呀？你哪来的钱啊？我来想办法。给我下来！看也没什么事。你终于忙完了。我是真心想租厂房，我们之间没有商量的余地，破费了。来腾越当设计师吧。你凭什么要我设计？和我一起做腾越吧。我再想想。别给我弄一些虚头巴脑的东西。我现在是在求你。你这样谈生意是很无赖的。无赖是因为走投无路。好吧，这次我们好好谈。就突然不一样了。你在腾越这事儿上吧，是动了恻隐之心的。他现在的处境也不好过，你要是能帮帮他呀、啊，我当然得参考你的意见，我会用我全部的力量让你快乐。大少站台，谢谢你今天安排的这一切。毕竟我们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合伙人。天底下就没有不拆伙的合伙人。公司拆伙，我俩也不会拆。以另一种方式延续，你介意吗？在你还没有确认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之前，我会对你保持绅士礼仪的。